아침 7시 5분 오늘도 자전거를 끌고 너를 만나러 간다.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今天早上的早餐，我的燕麦牛奶汁，不是燕麦和香蕉打的汁已经变色了，刚刚打出来是那种嫩黄色。我第一次用燕麦奶打香蕉，我不知道会不会好喝。然后一个牛油果鸡蛋泥抹上面包片，我这牛油果我买了两个牛油果，全部不该，就是全部就是坏掉，然后最后剩了一点点，那个地方是好的，一半是好的，然后我就给它放到里面了。但这种其实也并不好，已经也是坏了的。就我没有办法挑，我在超市买的竟然都铺盖了。大家有什么挑牛油果的小技巧吗？一定要告诉我。我真的是，我每次买牛油果都会几乎就没有特别成功的时候，成功的概率很少，买十次最多成功三次吧，就那种的啊，好气哦。我要开吃饭啦。头发好油，而且我最近我用那个洗发水不好，起头皮屑了，好恶心。我一会儿下班去趟超市，想要买材料，然后炒乌冬面吃，然后再准备明天的想要做石锅拌饭，不是石锅拌饭，韩国拌饭，然后打算试一下，要尝试新的菜谱啦。下班啦。Hello， 大家，我快速给自己做了一个炒面。我本来不是说去买乌冬面吗？结果我们家经过的那个超市比较小，它没有乌冬面卖，所以我就用挂面做了个炒面。但是闻起来味道还不错。这边是我热的之前做好的鸡块，然后一个燕麦奶，然后准备看王牌。看我这样做好不好吃？有点坨了。来，请准备。味道还可以。今天晚上想要做一个甜点，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我在抖音上学的方子，然后准备好了糯米粉，然后泡打粉，蔓越莓干，白砂糖、绵白糖，然后牛奶，然后应该准备玉米油的，但是我没有，就稍微加一点那个花生油就好了。我试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官网说还需要一个鸡蛋，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祝我好运吧，各位。而且他们各种比例吧，我也没称，我就随便自己凭着感觉往里加好了。在里面都已经结块了，我少做一点，所以牛奶不想加太多。然后它那个里面是没有放泡打粉的，但是他们说如果不泡泡打粉的话，可能会就不会那么蓬松，所以我还是想要加一点泡打粉里面，应该不用特别多。糯米粉我今天就稍微少做一点，不要做太多。不行，这个太稀了，还得再加一点。完了，我牛奶放多了，那要加这么多吗？我会在弄好的糊糊里加上蔓越莓干啊，或者是葡萄干之类的，加点蔓越莓干，来装进裱花袋里。我没有买那个裱花嘴，所以我打算就剪一下，然后随便弄一下。这是刚刚往里装的时候弄的，啊，第一次弄，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哎呀，我感觉稀了哟，太稀了，要挤两层，完了，同志们，我这个好稀哟，怎么办？我也来不及重新弄了，完了，估计要失败了。干啥哟？哎呀，我的天呐，同志们，哎呦哎呦呀呀呀呀呀呀！完了，这肯定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这成了啥呀？算了，就这样吧，我看这样烤出来会不会已经预示着失败了，真的，同志们，我已经没有什么勇气打开它了。一颗大饼，我看能不能把它当做饼干吃，我试一下。我把它们切成了饼干，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看能不能看清哦，我尝一下吧。我觉得如果我弄得没有那么稀，弄得稠一点，做成厚一点的样子会好吃的。其实还行，因为它是糯米嘛，还可以。今天早上的早餐好像一点色泽感都没有，匆匆忙忙的一个早餐。我的窗户，我要开始吃饭啦！Hello，大家早上好。我的头发好难看啊，今天早上我已经好久没有穿高跟鞋了。今天就突发奇想，这个鞋已经前年的鞋了。我想说，要不然找出来穿一下试试。然后又把这个黄色的大衣找出来穿了，因为我觉得天气变好了，可以穿一下。有点怪怪的，但是就这样嘛，总不能不穿。拜拜。下班，拿快递。Hello，大家。今天换了一个方式跟佳佳分享几个东西。今天到的这两个东西呢，也不是两个，就是两箱两个快递呢，应该就是怎么说呢？一些提升幸福感的小物，就在我妈看来就会说你又乱花钱。但是我就很喜欢逛这种店，然后有的时候是逛小红书啊，或者是逛微博首页的一些博主种草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岩仓家的一个手账本，这个品牌就是我用的日历，我一连用了2年的日历。第一年是我男朋友送我的一个可以扫码听到声音的一个日历，然后第二年呢是一个有插画的一个日历，都是岩仓家的。这个是他们家有52部电影的一个手账本，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一封信，我来看一下。朋友你好，我是岩仓的创始人，很高兴认识你。记得霍金说过，这世间最令他感动的是遥远的相似性。我想虽然我们素不相识，相隔两地，但也勉强算得上遥远的相似性吧。毕竟我们都还在坚守手写的骄傲，巴拉巴拉巴拉，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岩仓并不孤独。是一个，我虽然用写没有怎么经常写手账，但是我看到这种本子就是走不动。我最近想要记载一些摘抄啊、摘录啊，或者说记载一些心情什么的。看，这是这样的。呀，打开就有了颜色耶！大家看，外面是黑白的，里面就是彩色的。看，将自己活成一部电影。翻开手账本的那一页呢，是52部电影呈现出的52种不同的人生。除此之外呢，还给了一些40个有趣的行动小指引。想要跟着我们的电影啊，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感受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非常的有仪式感。看左上角就有，而且呢，它有140个周的周计划和80篇的网格点的页阵，而且是珠光纸的封面。反正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不太做手账，可能
大家做手账的会觉得这个本子非常非常好，我一个外行呢就会觉得啊非常的好看，就会想要去记一些什么。这个本子的初衷呢，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记录一些我想摘抄下来的比较对我有启发意义的书，但是没想到这里面还有电影的一个指引，所以对我来说我可以把它当做一本书来看，或者说自己内心繁杂的时候找一片静寂的一片小天地。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自己的方式找到生活的仪式感。然后下一个呢是一个小众品牌，是这个牌子的，他们这家店是去年才创立的一家店，是一个中国女孩和一个俄罗斯的男孩创建的，都非常小众的东西。我现在就开始喜欢一些小众的品牌。手机壳，看他们家有一个产品牌的介绍，这个英文名我就不读了，我总觉得我读出英文有一种海蛎子味儿，所以我就打在视频的下方。旨在将艺术融入生活，注重日常的情绪表达，让更多实用与审美兼得的生活方式小物走进大众视野，愿大家都可于细小中拾得好心情。我觉得这种生活的小物就是会提升生活幸福感的。这样看它这个包装，它这个书这个签都好好看呀，喜欢。它这个纸是那种不会说饱和度特别特别高的那种纸，就原相机的这个颜色，而且我喜欢它这个边边是透明的，我不喜欢很多那种手机壳边边都是黑的，我不是很喜欢。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还配了一个气，看这个也是他们家品牌的名字，嘿，贴到这里来，到时候我拍照就好用了，开心。然后摆到一边，嘿嘿，杯子狂魔就是如果我妈看到，我妈会说你怎么又买了杯子。没错，就是我主要如果逛这种小店，然后或者是逛那种家居店，看到杯子真的是就是走不动，我妈会说你到底有几张嘴。这个杯子是可以零下20度到150度都可以的，所以没有问题啊。它这个包装都好好看呀，不舍得拆耶。在这里啊，是这样的，哇，对他们家这个，看他们家这个系列有矮的一个，有个稍微高的一个，我选了这个稍微高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喝饮料啊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好看，或者早上喝蜂蜜水什么都非常好看，而且它这个质感真的非常好，不会像那种杯子觉得啊很轻很薄，它这个质感都非常非常的好。他们家有很多这个系列，好像是他们家的推食系列，嘿嘿，开心。这是源于一个古希腊的一个神话形象，好像是，如果学设计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对这些设计型的这种东西比较感兴趣，我只是觉得它很好看。咦，开心，又新杯子用了，这个包装都会让人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这次有正儿八经录一个开箱给大家看，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小东西，彩色的吸管，这个还是可以，这个是摇扁了的，这头是扁扁的，彩色的，然后还有一个杯刷，好看，开心，感觉拆这个就跟拆平时的用品，我的语气都不一样了。这个是一个大的帆布包，也是他们家的原创系列，这个超级大。他家这个帆布包特别特别厚实，比是我买的那些帆布包都要厚实好多，而且这个大小非常适合带笔记本电脑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合适。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隔层，它这个系列也是推食形象，加了一个这个 logo， 这个很好看。好啦，今天的
两组快递都拆到这里来了，我要拍一下照片，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拍照片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好看，到时候在微博上大家应该也能看到我拍照片。这种生活小物生活小店大家应该都非常喜欢去逛。嗯，甜心，这个杯子好好看呀。好了，我要拍一下照片然后收拾一下，拜拜。我是不是说话有点嗲？这一段是因为哎，就是拆这种东西都说话会有一点点的嗲，拜拜。就是减少一下花费，就是减少一下，也为了省钱。再一个是，断舍离一下，就是把家里的东西暂时先消耗一下，不要一味的往家里囤货。所以这个包里，这个盒子里是我官方店买的时候那些样品。大家都记得我开官方店的包裹的时候，就觉得啊，好，他寄了好多样品，我好喜欢，总觉得自己会出差啊、短途旅行啊会用上。但是其实我发现我这个应该是前年就已经有的小样，到现在还没有消耗掉，所以我打算在我这个护肤品用完之后，正装用完之后，就暂且的到618之前就不要再入护肤品了，就用这些小样吧。小样完全消耗掉之后，到现在到6月18号618大约还有3、4、5、3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把这个消耗掉，然后再重新购入新的产品。这样的话，既能消耗一些家里的囤货，让家里空间大了起来，另外呢还让就是节下一下省钱，呵呵，让自己更好的买买买。哎，不过还是为了省钱啦。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目前整理出来的，你看光那个这个是什么防晒就有这么多，所以虽然我现在的防晒正装只剩下一点点了，但是我觉得这些足够我接下来撑到618甚至更长的时间，觉得618价格合适的时候再重新入。我就一直用的他们家的这个防晒，好像是说物理防晒更多一点还是什么，反正我忘了我是在哪一个美妆博主那种草之后，我用着它就一直很好，而且它的各个其他的博主那测评觉得都还挺好的。然后这边呢应该是一些片装的我就很容易忽略它，我打算把这几个拿出来，最近这几天把它用掉，对，单独拿出来。今天是 Olay 的，当时 Olay 小白瓶还是什么的一个赠品，然后也没有用完。正装用完了之后，我就没有再继续用小样，所以它就囤下了。然后我那边还剩了一点点小样，所以最近也打算把它给消耗掉，毕竟夏天要来了嘛。然后这个是一个时迁大补的面膜，正装用完了之后，小样我也继续把它扔掉了，然后也一直没有用，然后拿一个出来，就是最近要用一下。然后这边应该也是一些护肤品的小样。我就是以这种方法来消耗我的苹果的，而且他们说这个好像通便呢，如果那啥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把苹果都吃掉，然后再加一颗白煮蛋。一般我如果第二天早上要吃蛋的话，我前一天晚上热饭的时候就直接给它热好了，早上起来就直接用热水烫一下，然后或者放到粥里什么的，这样就比较方便简单快捷。嘿 OK， 早饭就完成了，简易早餐。因为外面风有点冷，突然想把头发挽起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擦一点阴影，就小心机。我一般把头发弄起来的时候都会加一点阴影，平时是不会加的，这样感觉
脸比较小，然后口红，就我最近的口红几乎就没有变过，几乎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特别适合秋冬，就是比较冷的时候。然后重要的配饰不能忘，因为我这个真的太黑了，这个全身这个裙子，所以配饰不能忘。大家问我几点起床，我一般是6:46的闹钟，然后会磨蹭到6:55起床。然后我早饭一般前一天晚上都会想好，然后能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其实就准备好了东西，然后就比较可以了。要不要戴个戒指哦？好久没有戴这个戒指了，要不然戴一个吧。我另一个戴放到办公室忘记了，戴个戒指吧，还行吧，就这样吧，拜拜。打算做一个烤蔬菜，就是在网上学的，我也不知道我的厨房这一系列到底能不能成功，就准备了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的蔬菜，然后第一次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尝试一下新的菜谱。现在锡纸上都抹上油，这样容易不粘。我终于买了这个了，然后摆上我的菜。我觉得我弄的有点多。大约就是这样的一大盘，然后把它放进烤箱。我在网上看到的是200度20分钟，200度，20分钟。OK， 开始啦！趁着烤箱里烤着菜，我来做一个华夫饼，当做甜点或者是主食。等待的间隙，上次做的这个还剩了一点，打算把它吃掉。我有点饿了。好了，同志们，让我们来试一下，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哇，好香啊！看一下它有没有熟，熟不熟啊？应该差不多吧。我就拿个筷子试一下。我说我片需要太厚了，再烤5分钟就好，或者是3分钟。来，这次真的好了吧？我要饿死了。给大家看一下，看起来很好吃哦。我的肉怎么没有了？尝一下，同志们，我的黑暗料理，好烫啊！值得。这个是真的非常贴心的地方，然后我觉得不行了，同志们，我们感觉它好像是要被糟，其实它是最糟，真的超好吃。我打算再撒一点这个烧烤的料，我就随便在超市买的，超好吃。希望我这个牛油果能成功，成功，成功！耶，开心！终于，我最近买牛油果经常踩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中了魔咒一样的。最近去买了亚尼的这个工具，今天正好来试一下。
哎，好好用哦，比你用什么什么勺子什么的用好用100倍。这样感觉泥就会更细腻一点。我早上化妆起来就一定要放点视频看。哇，今天的泥好成功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虽然比喻不是很恰当，但是真的。今天的早餐没有阳光，因为外面阴天。快速做，用新的工具做了这个牛果泥三明治。我觉得加个蛋可能会更好吃一点，但是今天来不及了。然后热了杯牛奶，我再又翻出刚刚翻出了六以前的视频，我打算把快速吃个早饭。50块钱洗的头发，就是顺滑。坐坐。这个光好好。雪诺，我今天的妆简直太美了。合作愉快。快